的精致脸蛋与精湛演技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更是演艺圈公认的戏剧男神。不过外表帅气的他私底下却很搞怪，常常会晒出一些奇怪角度的自拍，每次都会成为网友讨论话题。26日，彭于晏也再度晒出自己健身的自拍照，不过角度却有点怪怪的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整个人表情很狰狞，而且可能因为正在运动，所以手机拿不稳，照片都很模糊。同时他还用仰拍视角记录下自己香汗淋漓的模样，看起来相当认真。不过照片曝光后，粉丝纷纷笑说，拜托彭于晏不要再玩脸了，想看正常一点的晒照啊。